你收看的频道是牛奶大师师师师台。Hello， 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大师。OK， 现在我们要继续玩《沉睡森林仙境迷城》，然后上一集我们把小奴升级了弓箭师，然后这一集应该没办法再往下一个等级迈进啊，下一个职业迈进。然后我们就看今天可以玩到哪里吧。对齁，我是可以领东西的啊。啊，我按到了，不好意思，再一次。然后啊，哦，对对对，坐骑应该可以拿了。哦 ，skate， 点击屏幕那一位置，那可以坐了，可以骑它吗？哦，本次召唤免费。桃鼠牙，绿色的感觉就很烂。我的宠物，好啦，反正可以放三只嘛，我们就哎、欸，不行啊，那怎么骑宠啊？哎、欸，本次召唤免费。哦，看一下看一下，是这只很常见吗？钢虫掠夺者，蓝色的。等一下，653，感觉比这个狮子强哎。好换。那哎、欸，不是可以放三只吗？不行啊，哦，18级解锁哦 ，OK。然后还干嘛？这什么？哦，礼包。邮件，家族合照大礼包是什么？为什么这东西？使用，确认。物资，幸运转轮。我想要那个龙魂石啊。地牢门票，干嘛的？很多东西都不知道是干嘛的。背包不知道会不会满呢、欸？有些东西可以合成吗？我现在乱合，好啦，先不要合好了，我也不知道要合什么。然后还有什么东西可以看？哦，对，坐骑啊，我刚刚做东西，做那只宠物，要怎么做啊？其实我要怎么做、欸？哎，糟糕！好友系统，好像不是系统，好友吗？不是，宠物。奇怪，不能做吗？可以做吧？你在哪里选啊？重新，这些我觉得装备都不用先升级啊，反正你都还没满等升级干嘛？浪费钱。行哎、欸，怎么骑啊？为什么还可以骑？我要骑。哎、欸，我不能骑哎、欸。哎、欸，在哪里啊？装备没有啊？嗯？还有这个？哎、欸，我几乎都按了啊，还不能骑啊？可以骑啊！你看看这边有这个29等的骑一只蜜蜂类的东西，可是不知道哪里骑耶、欸。啊，算了啦，可能还不能骑吧，还没开放。哼，不必道谢，在下也是敬一点微博士的，你要谢也应该多谢谢奥罗拉小姐。键盘可以用吗？不行。巴赫大师，你永远是那么的谦虚。奥罗拉小姐，您过奖了。勇者，你可以开始一段新的冒险，找到战区守卫就可以更换新的战区了。20级加入阵营。这可是一个超实用的功能哦！打开世界地图，
哦，世界地图。接下来，让我们飞往鲜花峡谷吧。哦，就直接飞哦。节省了不少的时间吧。嗯，是，没错。现在要去哪里？好，蛮钝的其实。我站在悬崖边上望风景，跳崖的人在悬崖下望着我。哼哼，人家可以开个小玩笑。对了，最近鲜花峡谷危机重重，那是因为汹涌之潮的怪物们。据说想要了解这个危机到底是什么，就必须走到汹涌之潮的入口。我看那群木精灵颇为奇怪，也许鲜花峡谷就在那里。OK， 我看有人放大招哎，哇，好帅哦！迷城专家，哎、欸，刚刚那个弓箭手放的是那个什么，暗黑系的那个属性的样子。我们看一下，我去看一下。哦哦 ，scare。哇，蛮帅的，可是其他职业在里面吧？好，不管，先去。哇、哦哦，看，因为你下面那群木精灵修养之巢入口已经暴露出来了，不知道传闻是真是假。怎么一个蛋蛋呢、啊？然后一个蛋蛋。点击小头像，打开宠物界面，选择宠物，点击升级按钮。好，升级。哦，经验果实啊！成功，宠物的经验得到提升了。使宠物等级和人物保持一致，才能发挥最强实力哦。好。然后呢？没错，就是这里。你千万要小心呐、啊！哦，副本，感觉副本好像是可以一直重复打，所以没有什么时间性的问题，所以这点还不错，可以一直刷。要不然一般手游都是，比如说打完一个关卡，你可能要等一段时间才能继续打。像神魔之塔就类似这样，神魔之塔就是这样子啊，你体力没有的话，就是要等时间恢复体力才能打。不然就是用什么魔法石啊之类的恢复体力。不过目前我到现在沉睡森林还没有遇到像什么打副本要等时间的，还是需要我不知道。我上次看是不用啦。好 ，BOSS 出现了。哎，精英哦，刚从防御者。轻轻松松。然后上次这个卡牌啊，就是我们点击一张嘛是免费的，然后如果想要点其他张的话，你就要花钱，除非就是这张卡片有你非常想要的东西，那你就可以这样子花钱去点，这点也还不错。OK， 哎，看起来背包没有比较好的装备。对，没有比较好，那就出旧吧。然后一个账号好像可以创三个角色，然后不知道就是装备能不能共用，应该是不行啊。因为像 RO 的装备在同一个账号是可以共用的。诶，你问我为什么会出现在这？我是想来这采点绿叶的，没想到这里的绿叶挖好多好多啊，我都没有办法下手了。你这么帅，一定会帮我的，对吧？哎，我是女的诶，说我帅。哦，是这个、哦、绿叶蛙。20只。
是谢谢你，这些绿叶清凉可口，是唤醒记忆的燃料。除了要收集绿叶，我还需要一些木叶精魄。木叶精魄只能从鲜活的木精里体内提取，你愿意帮忙吗？好，等一下，等我一下，有人密我，等我一下下。OK， 然后领取一个奖励。啊，时间会累计耶，好奇怪啊！黑人对话，等我一下哦。站住，离巨石图腾远一点。你不必知道我是谁，更不必试图知道什么，因为我这就送你去地狱。在罪恶的深渊里苦苦挣扎吧，你将成为梦魇的牺牲品。遇到我是你的不幸，接受诅咒的制裁吧。你为什么觉得你好像很眼熟啊？奇怪。哎，又是你，勇者你好，我是大魔法师威瑟夫，初次见面，有什么能帮你吗？哎，你们这款游戏的缺点好像是 NPC 的图像好像都一样哦，我没记住的话，什么黑人，我没有看到黑人从这里经过啊。不过你收集的图腾倒是十分重要，不知你可否把它送给我呢？是这样的，刚五个巨石图腾吸收了足够的魔法能量，将共同发挥作用，形成噬魔阵，散发出吞噬一切的力量。你能解除这图腾，这可是天命所归啊。据我所知，图腾被藏匿在野猪丛林中，并且有一堆精英怪把守。OK， 好，等一下。哎，怎么突然录的速度变快了？情况怎么样？找到新的巨石图腾了吗？可恶，看着敌人狡猾得很啊！所谓的敌人，其实包括了背叛人类、投靠魔族的败类，他们多半是因为遭遇的人生不幸而在阴影中选错了方向。我猜测敌人表面上用巨石图腾布下魔法阵来害人，实际的目的却是寻找合适的目标，扩张势力。总之，魔域的力量实在太过于强大，远非我人力所能对抗。你要愣着干嘛？赶快去变强吧！等一下哦，等一下，好，不好意思，这一集再等一下。你们所谈话的话题，我最了解了。巨石图腾看似平淡无奇，实则注入了魔域的特殊能量。图腾共分为水、火、风、雷和光的五种属性，它们各自吸收自然能量，一旦能量聚满，便会将噬魔阵的作用真正发挥出来，吞噬阵内的生物。你表情看起来很夸张啊，别急，待会我们再接着说。现在让我来教点有用的事吧。哎，他都给我。点击小头像，打开功能，打开宠物键，选择要进阶的宠物。哦，我怎么突然多那么多宠物啊？点击进阶，选中被吞噬的宠物。哦。记住哦，低品质的宠物也能成长为高品质的宠物哦。哦。那可以干嘛？增加野性那些东西吗？好，不管，就先这样吧。然后嘞，副本。组队副本中根据人数不同，可携带不同数量的宠物。18级才可以解锁到第三只宠物。其实如果刚刚不赶时间的话，就在打 BOSS 的时候啊，可以把 CD 招式都先让他跑完之后再打 BOSS， 将会打 BOSS 会比较快一点。
后 boss 来了，精英米诺斯。哦，大招要放了。漂亮漂亮，瞬间米诺斯，好，这次我要花钱了，我们要抽中米诺斯，跟米诺斯好像蓝色而已，欸，这个靠腰咧，原来第三个要花红宝石，哦，欸，好了吗？不不不，我并不认识你，我想你一直认错人了。请听好，我的名字叫做奈斯特姑兹，我每个都长一模一样，谁都会认错啊。送给你宠物的人和我本是同意的，但是哎，算了，以后有机会的话我把我的故事讲给你听。如果想继续调查毒的人士，我劝你最好找赏金猎人帮忙，他们的消息是最最最灵通的，但是在请他们之前，你最好先弄点见面礼给他们。OK， 我们先升级一下吧。欸，太快太快了。啊，真的太感谢你了，我从不白拿别人的东西，有什么要我帮忙尽管说吧。既然是关屠人的事，我也在调查这件事呢，你愿意帮我找一个人吗？我们先升级技能。嘿咻。OK， 然后再来 Go。 枯枝怎么跑来跑去的，啊，哼，雷欧娜真是聪明的女人啊。雷欧娜，哦，她刚刚叫雷欧娜，是不是英雄联盟雷欧娜？我的确注意到黑衣人，那个被你打败的黑衣人，他擅长控制峡谷中各种怪物，稍有不慎人就会陷入他提前布好的陷阱。糟了，等级提升。果然没错，这批黑熊战士就是黑衣人的杰作。你回去告诉雷欧娜，雷欧，黑衣人曾在汹涌之潮出没，也许秘密就藏在那里面。奈斯特姑兹的情报还真是可信的，那么你愿带我去汹涌之潮走一趟吗？击杀妖爪兔王。好了，我们这个副本打完就结束这一集好了，差不多了。咻咻，哦，一下都秒掉了。哦吼，哦，CD 好像回很快了，大家感觉到吗？还是我的错觉？邪恶的狼尖峰，哦，黄金戒指。这个技能的第一招其实也蛮好用的，也是一个小范围技。boss 来了吗？哦，哇，哦，他蛮帅的，其实。嘿，嘿 ，boss 应该都会召唤小怪，轻轻松松。
随便点，随便点。退出。就算没有收获，你也不用担心。我们赏金猎人有成熟的组织结构，大家自行共用，互相说明，正所谓团结的力量最大。刚才为获知第一手情报，我这可是独家哦。魔族的五个图腾貌似分别分布在……等一下，你身后那位美女貌似是来找你的。哪里呀？哦 ，OK， 好，我们这招我们结束了。那，这是我看一下任务什么。可以看之前的任务吗？好像不行耶。好吧，那我们这集到这边结束啊。那喜欢频道的话，欢迎到频道订阅，欢迎到粉丝按个赞，以追踪最新消息。谢谢大家，自己收看的哦，谢谢，拜拜。